河美镇中心路三段的排水切口长期发出臭味，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。中卫里长李尚春向管员林宗翰陈情，在河上午，管府嘛来安排水沟清除工程。够臭呀！拢是油泡啦，啊毒啦，这有迄落这。该清的迄个人员唔敢清。中心路三段边的水沟啊，长期飘出恶臭，当地居民反映。水沟内面卡了一层增加油垢，把水沟拢塌掉嘞，严重影响附近用户的生活品质，可能是气甲噗噗跳。啊，我门卡口这条这个水沟啦，白水沟吼，啊，这个臭气冲天啦，啊，今仔日呢有拄啊好这个管府有派施工迄个单位来清理这条臭沟啦，啊，内底呢这个。即个即有结一块一块不明物体，结真多啦。啊，伊即马来清，有清扫十外地，清扫五米，干那即狗啊清五米吼，有十外地迄个不明物体安尼啦。住户啊有来反映讲吼，咱中心路啊即375号啊，甲即个啊500几号遮吼，即段时路边的即个狗啊吼，拢有即个啊做废弃物啊，即污泥安尼足臭啊。三省啊，遮个居民吼、哦，有即个生活品质拢受到真大影响。啊，多年来拢有一个反应，啊，拢无得到啊有关单位啊来关心，啊，再来改善。所以吼、哦，今仔日啊有民众啊，佫再来反应，啊，强烈个反应吼、哦，讲这都要来处理一下。这个白色浮游物吼、哦，这是一种咱油产生的，叫这个白色浮游物。你注意看，白这個，啊，佮这个气味吼、哦。做成咱的厨余，所以这源头真好找。李尚春里长表示，在河上午，管府就派人到现场进行清理工作。短短四个水沟挂，就清出超过20袋废弃物。根据施工人员反映，水沟长期卡油垢，规条水沟啊是臭毛毛，而且唔知影这挂废弃物是不是有问题，暂时终止清理工作。有民众反映讲吼，水沟非常的臭，啊，我嘛捌伫105年叫来清一届。啊，陆陆续续管户嘛来清，啊，今仔日拄啊管户来做一个清淤的动作，里长随口话讲非常的恶臭，因为这个管户的外包厢吼，因为伊这伤过臭，啊，这个目前歹清，所以注水伊清到4-5米就歹清啊。我来靠这个环保局吼，啊，稽查啊，以及吼啊，这个卫生局吼，希望讲因尽速吼来调查到底这个源头是为倒来，如果吼。啊，源头啊，来污染到这个水沟，吼、哦，我会要求相关单位你要做最严厉的惩处。官员林宗翰接到订正，赶紧请环保局、甲卫生局、甲现场会勘，强烈要求要找出油垢的源头。环保局稽查人员表示，到现场勘查了后，发现水沟内面有油渍漂浮物，接下来会依照民众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，若发现违法情况，将依法开罚。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。